李雷晕桥突破，哇，连扣三个。郑杰呢还年轻，就是这就是成长的过程嘛。而他很幸运的是，就是在这么年轻的时候，郑杰是在广州，广州，哎，李雷记一下就是北京路，哎对，北京路。李雷中距离的投篮，好球。竞技状态的培养非常有好。运一步看中距离，好球，又一个轻松，哎，就包括阿联自己，他也会实际上呢，广东队应该是准备换人了，准备上马上布鲁克斯，布鲁克斯给易建联空中接力，好球，挡完之后换人，阿联面前的是一小个儿，不对，出分啊，我刚想说这深圳放风锅了，嗯，易建联反击给了维体，韩云峰。这拦不住，这身板冲起来，你看韩玉峰上去犯规啊，自己主要往逗王嘛，啊啊，因为他那边2-1了，好球易建联，啊这边啊深圳队守一联防，哎一失误，刚才教练布置的啊冒一半了，詹姆斯出来看易建联的三分球，三分命中，今天易建联对正面投的真准。哦，詹姆斯啊，空中换手腕，阿联到篮下，好球，双手的暴扣，掉身后，但威姆斯很聪明，易建联，好球，那反击打出来呢？因为深圳的刚刚是叫完了暂停，急停换左手一攻，詹姆斯再找易建联，转身起来，漂亮。晕球突破，哇，连扣三个。因为阿联的这个打法特点，他的中远距离投篮、篮下这种单拔的扣篮，很少见他说运球突破进来直接起。是，那都能防后卫。嗯，落中锋的位置上，你打挡拆，直接换人了。易建联外线的三分，哇，阿联今天这状态拦不住，哎。哎，易建联又一个前场篮板球，一上来呢，两边深圳队是先用了伯顿，广东队是先用了维姆斯。左方给易建联轻松的上篮得分，一个其实就足够。维姆斯再给空中接力，好球，易建联，是前场篮板。另外三个位置上，广东队上面是年轻球员，好球，脑后摘瓜呀，漂亮！啊，这篮板球摘的真是很痛快。朱仁旺，马德宪，易建联，好球！易建联今天一共抢了16个篮板球。球标外线投一个，全场比赛结束，最终呢，广东队是135-117，在客场再胜深圳队。